好了，今天又是欢乐的一天。现在我带我爸妈来到这个宝斗村，然后来参加这个中秋晚会。今天来的稍微晚一点，因为台积电那边塞车。我妈为什么往那边走啊？她是不是上厕所啊？走吧，先去找妹妹。哇，辣妹哦！我看妹妹在哪里啊？妹妹回去拿蚊香了。她回去了，回去拿蚊香棒。拿蚊香棒，你吃了没有？哦，还没吃。吃了吗？啊、没有，没有。啊？哦，面。哦。我们来太晚了，没有多少吃的，但是也够了，也够了，吃点面。我想吃点面就好了，面。哎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面面面，哇，有点多，哇，你是米粉呢、哦？哎，米粉呢、哦？我妈还在看，哥哥你拍照要说一下，能不能帮我们拍很长？有啦哈，元月，告诉大家，大家相聚在一起，也希望大家可以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平安。结束了，哎，我爸溜到哪里去了呢？我去找找看，找一下，这个梁老头在哪里？哎呦，哇塞，完全融入村民了，在那里啊！哦，我爸跑到前面看辣妹，啊，你不管一下你老公，他跑去前面看辣妹。他看辣妹了，你看嘛，跑前头去看辣妹，他去看美女了。你看平时哈，你看都是跟你在一起，今天偷偷就溜掉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哈哈哈！哎呀，谢谢辣妹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哇，看到辣妹了。请我们的长官莅临现场来给我们指导。我们欢迎我们的总干事，我们陈能胜总干事，还有我们会计文温瑞和温会计，还有台上的介绍我们长官莅临现场，这边朋友来问候。看一下，总干事好。哇，我爸第一次参加中秋晚会，第一次。我们的小妹妹。我说第一次参加中秋晚会，你了。而且这种村民的这种，今天虽然来晚一点了，没有关系了，一样的。大家一样的热情啊，这里哈，先跟大家问候一下啊，大家晚安啊，也祝福大家哈，这个中秋节快到了哈，中秋节快乐。那现在我们先邀请我们的理事长啊上台啊，来宣布我们的晚会开始啊，并致辞啊，理事长。来，理事长好，最辛苦的哈。谢谢啊！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哦哟，我妈都认识。哦，理事长上台讲话了，我妈再给我介绍，太强了。啊？理事长，哎，我妈都晓得的嘛。哦，理事长哦，有。哎呦，我妈真是台湾通，人家是混过的，人家去年在这里就混熟了，去年还摸到一个电风扇。看一下，这个是他们，就是说理事长他们捐的钱，哎，就是全部都是这些理事长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，捐钱了、啊、这样子。哎，理事长哎，啊，所在地的我们的总干事、李监事等等，还有今天的义工。天啦，多少？73。搓，哎，他你我们没有来，妹妹提前就帮你偷了。哎呀，我看见了，这里妹妹的留给你了。哎呀，不对，啊，你们哪个妹妹？
没关系，没有，就是给你的，妹妹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而且他不一定会回家。给你，你就不要有压力了，都。我们的社区的理事长以及我们的总干事，我妹妹给我妈妈已经准备好了，因为我来的比较晚，但是妹妹呢，把她自己最宝贵的一票贡献给了我妈妈，然后呢，也写了我们的名字，然后我妈原本很开心的。哇，刚刚还在问我，哎，今天怎么没有摸奖？哎，今天怎么回事？后来想给他一个惊喜，人家妹妹已经帮你投进去了。我妈她知道这样的结局之后，她又觉得不好意思，一直在那边纠结。哎呀，是妹妹让给她的。哎呦，结果呢，她已经。我认为他，那你就要争气嘛，一定要中奖嘛，啊！结果他就12万，所以我就省1万。哇！举手，举手，接下来啊，我们代表会啊，5个啊，礼券啊，啊，里面的礼券价值600元。好，再给600元。好，第一位。哎呀，看一下，就是这样跟村民这样打成一片，这样感觉很好哈。我这样子跟村民打成一片，这种感觉就很好噻。我们那边好像没有这种哈。没得，没得，没得，因为不得这么干。哎，不得别人，不得别人。72号梁美珍，都是姓梁的，为什么没有我嘞？看一下。帅哥抽到的自行车已经骑走了，哇塞，太强了！41号有吗？看着夫妻两个的背影。41号有吗？哇！41号有没有？很欢乐哈。看一下这个整个脸哦。95号，张惠美，张惠美有没有？哇，张惠美，哇，厉害！举手要举手，哎，要举手。144号，来，哎。又抽了个自行车，谢谢。我以为你说阿姨抽的自行车，不是阿姨，不是你妈妈，对呀，我以为是你。啊，你太棒了吧！很热心了，听到我们要办活动，特别准备5个红包，来奖品呢。73号，对。第四届的的村长啊。第二位42号，有没有？有没有42号？有没有举手？你要写名字。42号有没有？那边。哦，好帅。那边，来。第几号？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台下。哦，领奖了，我马上上二手去了。第三位180号，你要写名字，有没有？有没有180？好，有哈。有，来。好，接下来18号，现金呢？现金呢？我太厉害了。等等一起分享，然后烤肉哈，好。哎，多少钱？打开看一下。哇，500也是可以了呀。因为它是红色的。可以。哦，妈，你看看，你上厕所回来就碰到了。刚听到呀。哎，你听到说？你在哪个地方听到呀？厕所头啊？听到还劲儿大了，我记得。你厕所吗？在厕所就听到了。太厉害了，真的是。没有写名字。20。好了。有没有20？有。看到没有？80号有没有？没有，先放着。我们回来了，参加中秋晚会。哎，把它关在外面。他那么想出去，就把他关在外面。好，关，直接关。好了，回家了，采访一下我爸。第一次参加这种中秋晚会，这种中秋活动。跟那个村民哈，就是在一起，
然后还有那么多就是抽奖啊，还有一些大官小官村官的都在那里，然后一这么热闹，还有好吃的饮料，还有那么多人捐款，是什么感受？你真的是第一次参加哈、嗯、我们那边没有这样的活动啊。嗯，这样就是嗯热闹，咱百分之八十的人把你就参与了，那些人民来说这个当官也是非常拼命，把自己成名了，人之间相处的非常之好、嗯、人之间会非常团结。对，而且你来台湾你发现没有，其实不光是这个中秋活动，其实中秋活动很多地方都在办，我知道的都有好几个地方，他们每一个村他们都会举办这样的中秋活动，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要老百姓高兴开心，然后作为比方说父母官或者是村长领长啊这些哈，他们想要为村民做点什么，嗯，知道吗？他就趁这个中秋的时候办一些活动，让老百姓聚在一起欢乐快乐，就是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啊，抽奖啊，大家很快乐很欢乐呀，然后就是哎，有吃有喝有玩呐、啊，就是大家聚在一起。嗯，你人民之间更加团结。对啊。还有个啥呢？就是说，他还增加了这个老百姓跟着政府的这个公信度。然后老百姓又看到，哎，我选你们当父母官，确实你们做到了一些让我们开心，嗯、做到一些为我们排忧解难，遇到什么事情，遇到什么困难，又帮我们解决，也给我们带来了欢乐，又做贡献。你想想看，哎，真金白银呢，捐出来，你想想看，捐了不少啊！我今天不是带你去看吗？那一整片全部都是捐款。我不是他们的当地人，我那就抽了奖的。哎，你那个抽奖是因为妹妹嘛，因为妹妹是当地的村民，嗯，对，然后妹妹也是为了让你高兴，为了让你开心，然后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，参与到这个民间的就是说老百姓的融入到他们这个气氛中，这种氛围中来，就是这样的。妹妹也是为了让你高兴。我们来说自己说跟他们是同工作。对啊，其实也很欢乐的，欢声笑语的唱歌啦跳舞啦，然后抽奖啦，然后又很期待啦，怎样，一会儿又抽到自行车，一会儿又抽到电饭煲，哎呀很搞笑。我们抽到的是500块的现金呢，啊也是不错。嗯，好了，我妈来发言了。去年抽到电风扇，今年很搞笑，我妈去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就中奖了。哎呀，人家本来就是哎，这种伢都那都得表扬，去争取，最后我妈后悔，她说我们去太晚了，中途有事情耽搁了一下，加上今天呢，哎呀，又中途出了点状况嘛。这还对呀，你妹妹人家，她去年子就专门来的，实际上人家这个是有规定的，你搞了奖金，你再写作业这个嘛，是真是好耍就做个了。对，大家就凑个热闹。其实但是你不管怎么说哈，他还是一笔庞大的经费，你知道吗？几乎人人都中奖，那么这些奖品、这些费用、这些吃、这些饮料是怎么提供来的，对不对？都是一大笔费用啊，都是有人赞助啊，全部都是当官的人赞助的。哎，不是，没有，不光是当官的，很多人都就是还有一些做生意的啦。其实他们组织这样的活动，其实也是需要有人去操心去策划，对不对？你想还要煮米粉煮冬粉煮那么大一那么多锅，我们去的比较晚嘛，要不然的话更多好吃的。我看那简单的话，可能一个村里人基本都参与了。对，宝斗村。嗯，宝山乡宝斗村，嗯，是这样的，那是妹妹的娘家。乡长那里？对，乡长不是乡长，是前任乡长邱坤统，我也认得他。还有现任乡长，他们都去了，有参加。他们还会为老百姓跳舞、唱歌，逗老百姓开心。然后他们会致辞，说到感谢你们，相信我，让我为你们服务啊，或者会说这种对很暖心的话。他们就是很低调，知道吗？你不觉得吗？很低调哈，说话也很低调，很亲民的。好了，洗澡睡觉，明年继续参与，明年早点去。中秋节快乐哈，梅婆来，梅球，哦，梅球，梅球，好了。
来跟粉丝露个脸。媒婆这样，我说中秋节快乐，你用头顶我的手，130，去，中秋节快乐，头顶，哎，好，成功，好，晚安。